田抓到了，上。跑去了，明显在跑去了，不知道了现在。哎呀，我感觉现在不敢嫖了，感觉嫖了老顺也被抓。可以跑去这种打法。完毕，完成。你要是续住对吧？不给我破绽是吧？这其实也是种好事，这也是个好事。但这样也完全没办法抓别人，如果变成纯蓄力搏击的话，打就打硬搏击，打强搏击。但是打这种捏住人也是有办法，你可以勾引他出蓄力。不过我们这两句勾引的，对，你就骗他去打强搏，打这种蓄纯跑蓄的人，你就得跟他控距的。一旦控距他一旦出蓄力，你就有机会去抓。抓百裂的后摇，或者去抓百裂的闪，特别是特别想跑去的人，那他就会有给你机会抓续闪，也是个机会。可能你没法去顶他，对不对？难顶。我们感觉被他们两队一直在打，你没有什么机会难顶，对吧？或者没什么闪一抓一闪的机会。但是你有抓续闪以及抓后摇的。两个金甲，然后两，他们开始正刀蓄力。